陈羽凡深夜发文一谈妻子出轨，毁我家者必让你亡。数日凌晨两点，陈羽凡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写道：我知道何以你丫的所策划的一切，我保证要是你还，毁我家者必让你亡，你不知道怎么做男人，我就好好教你。疑似再次回应白百合的出轨。近日白百合被曝婚内出轨小鲜肉，4月14日凌晨，白百合老公陈羽凡发微博，疑似首度回应蛋疼的都回家过节吧。照片当中他做出闭嘴的手势。4月12日白百合被曝婚内出轨，与男模张爱鹏密游泰国，甜蜜戏水。据爆料，白百合与助理同赴泰国入住某别墅酒店，第二天上午白百合携一白衣男子与助理共同进餐，随后与该男子在酒店泳池边嬉戏玩闹，期间二人贴面喂食，甜蜜依偎，举止亲密。4月13日再次被爆出第二谈，白百合与张爱鹏在泰国街头再次亲密互动，张爱鹏将手伸入白百合的背带裤里当街摸臀，而白百合也将手伸进了男方的衣袖里。虽然有数位工作人员在旁，但白百合和张爱鹏在泰国街头的亲密互动可谓是旁若无人，让大家大跌眼镜啊。